国王今天心情不错，是不是花花送礼物给你了？礼物？对，我过生日，依依送礼物给我时，把我感动坏了。今天又不是我生日。可是今天是父亲节呀。我当然知道今天是父亲节，其实花花一早就给我一个超大的礼物，我都舍不得打开。花花这孩子越来越懂事了，我还有事先走了。哎，国王是怎么了？花花呢？爸爸，我在这里呀。我的宝贝女儿，爸爸要问你一件重要的事。什么事啊？现在是六月吧？今天是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天吧？嗯。那今天是什么日子呢？想起来了。嘿，没关系，我才不要什么礼物，不过有的话。我差点忘了给小树浇水。花花，肯定不知道今天是父亲节，要更明显的提醒他才行。只有像我这么帅的人才能想到这么聪明的办法。爸爸，在看什么呢？我也不知道，看上面写的好像……怎么城堡挂上广告牌了？哎呀，原来是父亲节广告牌啊！不就是父亲节吗？没什么大不了的。现在的人就是把节日看得太重了。花花。我知道了，花花肯定不知道父亲节的意义，身为父亲就应该教他才对。花花，这是爸爸为你特地准备的表演，希望你能学到一些知识。可是爸爸，我现在很忙啊。父亲节到了，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收到孩子们的礼物。这些都是好孩子，爸爸很感动。太感人了，小好演得真好。如果我也有父亲节礼物，那该多好。花花，花花爱我，花花不爱我，花花爱我，花花不爱我，花花爱我，花花不爱我，一定是花花觉得我不爱他。不管有没有礼物，我都应该振作起来去爱花花。花花一定会被我的父爱感动的。爸爸没跟过来吧？该用什么工具呢？花花，爸爸，让我来。只要有我在，任何东西都不能挡住我宝贝女儿的路。这次爸爸找不到我吧？花花，让我来。终于买到包子啦！变成猫，花花，让我来。这个不能砸呀。
话，爸爸一直都在你身边。爸爸，你能不能不要跟着我了？花花，爸爸只是想……我知道，我知道。爸爸，你快回城堡吧。花花，爸爸错了，爸爸不要什么父亲节礼物了。什么？你怎么能不要礼物呢？不要了，我只要我的宝贝女儿爱我，这比什么礼物都强。我急着拿快递，先走喽。花花让我们过来干什么呀？罗克，帮帮我！爸爸，他等不到礼物，生气了。啊！总之，我想拜托大家赶紧把雕像完成。啊，原来要雕刻国王的雕像啊！可是我们不会雕刻呀。20分钟以后，我带爸爸来看，就靠你们了。我们该怎么办呢？UBIQ， 你会雕刻吗？UBIQ 说，雕刻太慢了，需要用 3D 打印技术来帮忙。可是20分钟来得及吗？这怎么啦？尤比阿 Q 说，现在必须先把石头打碎磨细，再输入到 3D 打印机中打印出来。那到底够不够时间呢？编程猫，需要你和卡布们帮忙。没问题，你来指挥工作吧。卡布，卡布，让卡布变成工具吧。卡布帮，卡布圆，还有卡布追，卡布圆，卡布追，还有卡布帮。变成喵数学帮，万能的工具。变成喵数学帮，卡布真神奇。卡布帮，卡布圆，还有卡布追。变成喵数学帮，卡布喵喵喵。卡布帮，卡布圆，还有卡布追。卡布圆，卡布追，还有卡布帮。数学帮变成喵，万能的工具。数学帮变成喵，卡布喵喵喵。还有卡布追，卡布圆，卡布追，还有卡布帮。变成喵数学帮，万能的工具。变成喵数学帮，卡布真神奇。卡布帮，卡布圆，还有卡布追。变成喵数学帮，卡布喵喵喵。卡布帮，卡布圆，还有卡布追。卡布圆，卡布追，还有卡布帮。数学帮变成喵，万能的工具。数学帮变成喵，卡布喵喵喵。爸爸，快跟我来，快点呢！爸爸，你看，这是我特地为你准备的父亲节礼物。我的宝贝女儿都不要我，我要礼物有什么用？其实我一直在偷偷为你准备雕像，但是你一直跟着我，我怕你发现了，所以才故意远离你的呀。真的吗，花花？我还以为你不爱爸爸了，为了送礼物费了那么多苦心，爸爸错怪你了。我永远爱爸爸。这就是最好的礼物。
哈哈，果然长得帅，雕像也帅呀、啊。嗯，疯狂粉丝，博士，你嫉妒吗？都没见你对我这么好。有啊，博士，你一直在我心中。在哪里？拿出来。缪卡，你还是闭嘴。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猫老祖，介绍一个新科技。3D 打印机是一位叫恩里科·迪尼的发明家设计的神奇打印机，可以打印出任何物品的形状。它用一种累积制造技术及快速成型技术，运用粉末状金属或塑料可粘合材料，通过打印一层层的粘合来制造三维的物体，可用于珠宝、工业设计、建筑、汽车、航天和医疗产业。但是 3D 打印出来的是物体的外形，不能打印出物体的功能。这道题应该这么做。卡布嘿，摄影机在这边呢，往左一点，再往左一点，好了，终于来到地球了，我要消灭所有的数字一。雪糕，好吃的雪糕。雪糕，好吃的雪糕。这位可爱的帅哥要买雪糕吗？一根只要1元钱。什么？1元钱？嫌贵吗？这可是正常市价呀。所有的数字一都要被消灭。不就是比市价贵了1毛钱吗？至于这样吗？所有的数字一都要被消灭。可不。热狗，买热狗吗？又是你，热狗是2元钱一根，不是1元。哼，看起来像一的也要被消灭。昨天小生意太难了。卡布，你们是什么人？卡布，谁都不能阻止我完成消灭数字一的计划。卡布，我一定会打中你们。卡布。
该回家练练枪法了，让你们瞧瞧我的催眠大法。可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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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看我的眼睛就会被我催眠。可不可不可不，眼睛好酸，对好动的小孩没用。可不可不可不，糖果婆婆，举报有人非法持枪，正义的警察前来执法。又看见一，看我的吞吃球。这是什么招啊？整个警长不见了。知道我的厉害了吧？轮到你们了。可不可不，可恶的卡布，我一定要消灭数字一，你们别想阻止我。紧急消息，有一颗小行星正在飞向地球，预计15分钟后进入地球大气层，请大家赶快到附近避难场所避难。小行星撞地球会怎么样？恐龙就是由于小行星撞击地球才灭绝的。让我想想，尤比亚 Q， 地表到外层空间的距离大概是多少？变成猫，如果卡布们变成火箭的飞行速度最快是多少？可以达到每秒8公里。地表到外层空间的距离大概是6400公里，已知火箭的飞行速度为8公里每秒，所以火箭到达外层空间的时间为6400除以8，等于800秒，也就是13分钟20秒，应该来得及在大气层外拦截小行星。可是，卡布能阻止小行星吗？只能试一试了，开始吧。卡布。让卡布变成工具吧。
卷，还有卡布锥，卡布锥，卡布锥，还有卡布棒。每天要数学棒，完整的工具。要数学棒，卡布真神奇。卡布棒，卡布圆，还有卡布锥，变成妙数学棒，卡布妙妙妙。卡布棒，卡布圆，还有卡布锥，卡布圆，卡布锥，还有卡布棒。数学棒变成妙万能的工具。数学棒变成鸟，卡布喵喵喵。小行星危机解除了，是罗克想出办法救了我们，是大英雄。还有我呢。其实幕后的英雄也一样伟大。是啊，卡布们也是英雄。卡布，卡布。你哥哥来地球，怎么不来救我们？我们又不在地球。那我们在哪里呀？刚问了，还没结算。结算？得先付了植入费，才会写我们在哪里。哎呀，臭铜钱压死一个博士。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猫老祖，今天来谈火箭。火箭是靠发动机喷射向前推进的飞行器，可以在稠密大气层内外飞行。火箭是实现航天飞行的运载工具，原始的火箭炮只是过年过节放烟火用的，现代的火箭是以热气流高速向后喷出产生的反作用力向前运动的喷气推进装置，它自身携带燃烧剂与氧化剂，可作为快速远距离运输工具，可以用来发射卫星。从娱乐的烟花到航天飞行，火箭进步得真快。